沈红素经台北报道，许纯每日前大规模付出召集媒体，却只有曝光那胖20公斤的身躯以及没有新生活的美满双人床。而左许纯美破天荒公布自己有意参选台北市长，更强调自己从日本调回2亿美金，约莫60亿台币，准备投入选战，坦言视为可怜的六道众生。而李敖长女李文听闻此事略感无奈，表示 GODBLESSTAIWAN 以及天佑台湾。许纯美自2006年参选市议员落选后，也再无想要投入政治议员，如今时隔12年，许纯美竟卷土重来，还从日本调回2亿美金资金，还自行公布有300亿元资产。冲政的第一重点就是不贪污，他强调打死我也不会贪污一毛钱，贪污会下地狱，也不能说谎话。而李文则感叹许纯美有一点傻，怎么会想投入血战。最后李文化风一转之户 GODBLESSTAIWAN 保佑台湾，希望台湾还能好好的，不然他才刚得到的台湾身份。对于许纯美想投入台北选战，李文图很吃惊。资料照记者胡顺祥社，许纯美遭报有意参选台北市长。资料照